没有了吧？还有还有，这不是假鸟吗？哦，那假鸟，哎。因为黑嘴端凤头燕鸥呢，在全世界，据我们调查的数量，应该最大量不会超过50只。那它最主要的行为呢，它是会跟大凤头燕鸥混群来居住。那大凤头燕鸥在它们在繁殖的时候，它们会选择岛屿。那假设这个岛屿的食物量不够，它们就不会在这里繁殖，它们就会整个迁走。今天因为开放之后哦，而让我们这边的金门马祖这个地方也接着就变成是解除了一个金氏的一个管制，然后就是说可以任何的一个民众都可以自由的来前往，哦，自由的来前往。以前都是金氏管制地区，哦，目前都是借由观光客来这个过这个生活，哦，以前的话是没有的，哦，我来这边最喜欢的其实是马祖的人文文化。那这边最淳朴的就是房子的建筑，其实它不需要开冷气，通风都很良好。再来这边的人都信仰马祖，也是跟我的信仰也有关系。当然这边的风景非常不错，非常简单，非常干净。